Baby Bus， 嗨，快点击这里订阅我们吧。奇怪的哥哥向你走过来，说他迷路了，请你帮帮忙带路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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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请去问大人，请去问大人。奇怪的人问怪怪的问题，奇怪的人小心保持距离，不要想骗我，保护好自己。奇怪的叔叔对你笑眯眯，说想认识你，问你家在哪里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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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不随便告诉人，不随便告诉人。奇怪的人问怪怪的问题，奇怪的人小心保持距离。说他来接你，要你快快快上车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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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不跟别人走，不跟别人走。不，记住，安全的大人不会找小孩帮忙。因此，不管认不认识，都不随便说出住哪儿，更不能跟别人走。可以跟别人说话，但是要保持两个手臂的距离，并且不能跟任何人走。请牢牢记住，安全的大人是不会要小孩子帮忙的。好，乐乐。嗨，阿姨们好。乐乐好可爱呀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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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我是山顶的小主人，圆圆的小脸蛋大家都喜欢，捏捏搓搓捏捏捏，感觉怪怪不舒服，勇敢的说不。爱的小朋友大家都喜欢，请
宝宝，汪汪汪，感觉怪怪不舒服，勇敢地说不 ，no no no。我们不认识你，当然要说不不。我是身体的小主人。妈妈妈妈，这个阿姨一直要亲我们。你们做得很好。当你说不要之后，有人还是一直要摸你的时候，就立刻跟爸爸妈妈说。我是身体的小主人，我是身体的小主人。勇敢地说不 ，no no no。没错，当有人想碰你的时候，一定要先问过你，就像别人要跟你借蜡笔一样。你可以决定要或不要，如果你感觉怪怪的话，就要勇敢地说不，因为我是身体小主人。哇！哦，孩子们，我们去更衣室换泳衣吧。好的。耶！耶！哈哈哈！穿上我的小裤裤，保护私密部位。小裤裤，小裤裤，这属于我自己。穿上小裤裤的地方，是我最私密的部位。奇怪的人想要看时，我会勇敢地说声。No， 我的小裤裤只属于我自己，我的小裤裤不让别人碰。 No， 我的小裤裤只属于我自己，我的小裤裤，我的。穿上我的小裤裤，保护私密部位。小裤裤，小裤裤。穿泳衣的地方是我们的私密部位，当别人要看或摸我们的私密部位时，一定要勇敢地拒绝并告诉大人，这样才能保护自己也能保护别人哦。好。喜欢我们记得点这里按赞哟。好，我带你们去。秘密和妙妙在这里等哦。好，我们就在这里等着吧。Hello Hello 小朋友，我想去糖果店。Hello Hello 小朋友，你可以带我去吗？我想吃爆米花。好，小福，你在这里等一下。好。Hello Hello 小朋友，一起去看游行。Hello Hello 小朋友，想看游行跟我走。OK OK 一起去，我想去看游行。OK OK 一起去，看游行很有趣。跟我走。小福跟陌生人走了。No no， 不
生人。 No No 不可以，不可以跟随陌生人。嘿嘿陌生人，你是谁？我不认识你。嘿嘿陌生人，你是谁？我不认识你。Go away！ 嘿嘿不要跑，悠悠抓住你。嘿嘿不要跑，悠悠抓住你。陌生人很危险，跟陌生人说 no。 陌生人很危险，跟陌生人说 no no。 秘密，妙妙，小福，爸爸，你们都没事吗？嗯。大人不可以丢下孩子单独玩耍。哦，对不起，是我太大意了。警察叔叔，我请你吃爆米花。哦，也不能吃陌生人给的食物哦。妈妈要出门，记得不要给陌生人开门哦。知道了，妈妈。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，快点儿开开，我要进来。不开不开，我不开，妈妈没回来，谁来也不开。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，快点儿开开，我要进来。不开不开，我不开，妈妈没回来，谁来也不开。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，快点儿开开，我要进来。不开不开，我不开，妈妈没回来，谁来也不开。小朋友们，我们来玩滑梯吧！好耶，好耶！耶！耶！哇哦！壮壮，一起来玩吧！哦，哼，他们玩的一点意思都没有。看我的！呀呀呀！嘿嘿。上飞下爬着，飞飞飞飞溜下去，好玩好玩的滑梯，咻咻咻，不够刺激，我要怎样玩呢？呀呀呀呀，溜滑梯，溜溜溜溜滑梯，怎么溜才最酷？像小超人站着，冲冲冲冲溜下去，好玩好玩的滑梯，咻咻咻，啊，好可怕，这样危险！呀呀呀呀，溜滑梯。
慢慢慢慢溜下去，好玩好玩的滑梯，咻咻咻！啊，好痛啊！大师，有人受伤了。溜溜溜溜滑梯，好玩的滑梯，危险动作不要做，屁股坐稳脚放好，小心小心的滑梯，呼啦啦，大家溜滑梯要注意安全哦。呀呀呀呀，溜滑梯，好玩的溜滑梯，哦耶！妈妈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是地震！咪咪、乐乐，快过来！大家还记得地震发生时要怎么做吗？大地震，晃呀晃呀。身体躲起来，护住头部，手扶好，保护自己最重要，最重要。大地震，晃呀晃呀，大地震，大地震，很危险，晃呀晃呀，很危险，很危险。不要晃，窗户、书架要小心，躲在安全的地方，保护自己最重要，最重要。晃呀，大地震，大地震，很危险，晃呀晃呀，很危险，很危险。不要晃，地震停了等一等，不坐电梯不乱跑，保护自己最重要，最重要。大地震，晃呀晃呀，大地震，大地震，很危险，晃呀晃呀，很危险，很危险。不要晃，不要哭喊，不着急，乖乖等待救援到，大家安全最重要。大家都没事吧？谢谢你，消防员叔叔。不客气。这次地震中，你们做得非常好。地震来了，不要慌张，要学会保护好自己。说得非常对。妈妈，快一点，我想快点买到甜甜圈，带回家跟乐乐一起吃。慢点，咪咪。别着急，过个马路就到了。妈妈，你太慢了，我先过去等你了。咪咪，等等。咪咪，咪咪，你没事吧？咪咪，你刚刚闯红灯过马路是很危险的。咪咪，马路上有很多车子，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红绿灯哦。红绿灯，跟我来。小朋友们过马路，咿呀咿呀哟，紧紧牵着大人的手，咿呀咿呀哟。看看红绿灯，红灯亮起来，不能走不能走，不要向前走呀。红灯停呀，绿灯行，时候不能向前走哦，绿灯的时候才可以走，但是也要注意安全。小朋友们过马路，咿呀咿呀哟，紧紧牵着大人的手，咿呀咿呀哟。看看红绿灯，绿灯亮起来，左边看右边看，没有车子在走。红灯停呀，绿灯行，咿呀咿呀哟。小朋友们过马路，咿呀咿呀哟，紧
手，咿呀咿呀哟。看看红绿灯，红灯亮起来，不能走不能走，不要向前走呀。红灯停呀，绿灯行，咿呀咿呀哟。小朋友们过马路，咿呀咿呀哟，轻轻牵着大人的手，咿呀咿呀哟。看看红绿灯，绿灯亮起来，左边看右边看，没有车子在走。红灯停呀，绿灯行，咿呀咿呀哟。过马路的时候要看红绿灯，还要注意有没有车子哦。我知道了，耶！出去玩喽！我不想坐安全座椅。安全座椅会保护你的安全哦。啊！我不要。不坐就不能去玩喽。小心！我的小熊！小熊没有坐安全座椅，所以会摔倒哦。现在小熊把安全带了，很安全。我坐在安全座椅上也很安全。耶！我喜欢坐安全座椅。谢谢光临，我很厉害哦，一个人帮妈妈跑腿买东西。拜拜拜拜。啪嗒啪嗒，稀稀疏疏。啪嗒啪嗒，稀稀疏疏。
啪嗒啪嗒，稀稀疏疏。奇怪的脚步声一路跟着我，跑跑跑跑甩开它，脚步声又出现，奇怪的人别过来，奇怪的人跟着我，该怎么办呢？稀稀疏疏，稀稀疏疏，啪嗒啪嗒快跑开，啪嗒啪嗒稀稀疏疏。啪嗒啪嗒稀稀疏疏，啪嗒啪嗒稀稀疏疏。啊，奇怪的脚步声一路跟着我，加快脚步转个弯，赶快躲进商店，请大人帮帮忙。好像安全了，可以离开了。稀稀疏疏，稀稀疏疏，稀稀疏疏又出现。奇怪的脚步声一路跟着我，保持冷静不慌张，快快走到人群，奇怪的人不见了，现在可以回家啦。啪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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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回家。宝贝宝贝，我亲爱的宝贝，有我在不要害怕，看到了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一只小鸟。妈妈妈妈，哦，妈妈妈妈，我最爱的妈妈，我好害怕，我好害怕。听到了吗？那是什么？是可怕的怪物吗？嘿，宝贝宝贝，我亲爱的宝贝，有我在不要害怕，是什么？这是一个玩具。姐姐姐姐，哦，姐姐姐姐，我最爱的姐姐，我好害怕，我好害怕。听到了吗？那是什么？是可怕的怪物。哈哈哈哈哈！
哈，完成了，这一定会很好玩。哦，你们看，跳跳床安装好了。要小心玩哦。跳跳跳跳，耶！我要和玩具一起跳跳。跳跳跳跳，来到跳跳床跳跳，耶！带着玩具开心的跳跳跳跳。No no no， 不能带玩具。No no no， 这样很危险。双手张开跳跳，不拿玩具跳跳，我们一起跳跳，大家开心跳跳。咪咪，我们可以和你一起玩跳跳床吗？当然可以，我们一起来跳吧。跳跳跳跳，来到跳跳床跳跳，耶！大家一起开心的跳跳跳跳。No no no， 不能互相推。No no no， 这样很危险。排队轮流跳跳，保持距离跳跳，我们一起跳跳，大家开心跳跳。看我的厉害！跳跳跳跳，来到跳跳床跳跳，耶！转个圈圈，开心的跳跳跳跳。No no no， 错误的动作。No no no， 这样很危险。双脚踩稳跳跳，保持平衡跳跳，我们一起跳跳。